最近大嫂仿妆非常火，但虽然我现在不是短发，但这不妨碍我成为大嫂。这位是今天的摄影，嗨，也不默契呢。来数一下吧。如果一周化妆超过三次，我就一定会做一次清洁，这样妆面更贴合皮肤，不容易出油。你看它像冰淇淋一样丝滑，好推开。今天用的是EO的清洁泥膜，真的太清爽了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。立春了，只要出门我是一定会涂防晒的，用你防晒霜，并且摇一摇，像牛奶一样非常轻薄，推开很水润，超模快，不黏腻。看一二三，后续上妆很服帖，不卡粉，性价比高，两杯奶茶就能拥有。大嫂是不用自己穿袜子的。今天你就看我的吧，肯定给你拍的嘎嘎一把的，不像是吧。